焦哥，我们群组上有稍微的慰问，可是我们真的不太敢讲太多。我觉得还是要让他有一点，但至少看到就耿如发文啊，觉得哦比较安心一点了。所以我觉得适度的关心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出声音，哎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应该好多了。我在想看耿如，我有去看耿如的画展，然后看到他跟孩子的互动，我们就渐渐的比较哦知道说应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。对，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啊，希望可以在这边呢选女婿。如果你们觉得我女儿今天有来嘛，大女儿、小女儿来跟大家掌声鼓励，刚刚大家挥挥手好不好？两位，如果呢你们觉得嫁给军人不错了，嫁给军人不错的话，请打这次电话，谢谢。好，这次电话，谢谢你。好。你去录影的时候录了5年，应该有人跟你留赖呀、啊？没有，他们都不好意思。有啦，那个去年的那个什么那个非官、哦、那个非官有啊，因为他有在做吃的，他还有副业。非官是你自己找人家硬加的吧？屁嘞！我怎么记得？有了，他有了。没有啦，有一个在交往北约的啦。讲啊，他们大家媒体都想要听啊，就讲啊，北约啦，台北哪里约？哪里约？北哪里约？星光三月约台北了，约我的店就对了。对啦，祝福啦，祝福文琪可以找到真的好男人呐！哎，真的，照顾他的男人，我也就单身2年多了，快3年了。啊，我身边都围绕很多男生，对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人想要吃鸡哈。是我的鸡啊，鸡有排啦，对，是我的鸡。焦哥，我们群组上有稍微的慰问，可是我们真的不太敢讲太多。我觉得还是要让他有一点，但至少看到就耿如发文啊，觉得哦比较安心一点了。所以我觉得适度的关心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出声音，哎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应该好多了。我在想看耿如，我有去看耿如的画展，然后看到他跟孩子的互动，我们就渐渐的比较哦知道说应该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。对，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对啊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。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台湾雄秀巴上陈美宏。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。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